有什么想法？什么有什么想法？哎，青龙厂的改建项目啊，我静不下心来，还没考虑呢。这样吧，我看你手上的这些资料全都转给我，让其他人先搞，你先休息休息。你不信任我？哈，谈不上信任不信任的，我怕你不能按时完成设计方案，耽误了人家的工期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一下还很难于投入工作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刘。啊。这些资料是以前借的，该还的还，该处理的处理吧。哎，这些外文资料我又不懂，该还给谁呀？哎，哦，刘小姐，这个不懂外语搞什么资料工作呀？这是设计院，是搞建筑科学的，不懂啊就别干。你冲我发什么火？敢不敢是组织安排？你这号人我见多了，我还不伺候呢。你曲江。对不起，啊，小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们谈谈。曲江，你现在的情绪很不正常，怎么能对人这么没礼貌呢？我理解你目前的心境，作为朋友，我无法判断你和李欣之间的是非曲直，可作为老大哥，我要劝你一句，男子汉要拿得起放得下，公私分明，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不能把个人的感情问题带到工作上来，这是做人做事的起码道德。我知道了，我希望你能迅速地从个人感情的漩涡中自拔出来。你是个有前途的设计师，不能就此毁了自己。哎，资料室不能抽烟，走，咱们到外面去。医生怎么说？大姐的生活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刺激，对自己的精神伤害比较大。从我介绍的情况和医生自己的观察分析，有抑郁和狂躁精神症状，这种人很容易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。医生告诫，再也不能受刺激了。现在关键得把曲江叫回来。不准他这么胡闹了，曲山姐的病根就在他身上，真急人呐。咱们去找曲江吧。事情牵扯了我，这个时候我去恐怕适得其反，反而会刺激了他更麻烦。也是，看来这戏我得继续演下去。好妹妹，为了大姐，拜托你了。嗯，盗山敢上，祸害敢闯。
哥。唐田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启江，他不在。哎，真没办法，这小子总是无影无踪的。定国，哎，你看伯母的菜做得怎么样啊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，这水平而且越来越高了嘛，是不是？定国，伯母最近啊对菜谱很有研究，什么京粤川鲁，每个菜系啊我都能做出几个像样的菜来。哎，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，别人不夸自己夸，还京鲁粤川呢，什么菜都是一勺酱油，还分什么味儿啊？这老头子，我伺候他一辈子，也没听他夸过我一次。赶明儿我给你啊酱油泡饭，看你还说不说？你看，你看。说来说去呀，我妈呀还是酱油大师呢。嗯，有道理。不跟你们嚼舌头了，老头子，走。陪着老伴儿到外面散散步。哎，散哪门子步啊，心血来潮啊。走啊。啊。李琴啊，哎，你也陪妈去啊。爸爸，走吧，就算陪妈赶时髦嘛。好，走走走，散步散步。啊，伯父，那我们这，哎，你们坐，走吧，坐坐坐，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嗯，徐江，晋国，李欣在吗？啊，他在里边呢。立心，立心，请你把手放下。立心，你听我说，请你把手放下。立心，请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，最后一次。结束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不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给我滚出去。立心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，这不公平。你姐对我任意凌辱，这就公平？你恶狠狠地对我举起手来，这也叫公平？立心，我承认我一时冲动做错了使我终身悔恨的事，但姐姐做的事儿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呀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再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立心，为了让你活得明白，晋国，
过来。看见了吧，你认识经国是我的未婚夫、啊、我们就要结婚了。李信，你怎么能怎么，你仍然是个懦夫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可以为我的幸福牺牲一切吗？这曲江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小琴，别去，让他痛痛快快地哭吧，这毕竟是他的初恋呢。
干杯。生活怎么这么复杂？复杂的叫人眼花缭乱。你爱他，他不爱你；他爱别人，别人又不爱他。谁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？整个一个胡说八道。一个好好的家，一个好好的人，被个情字搞得乱七八糟，是非混淆。去理解谁？去同情谁？都该理解，都该同情。还让世界充满爱呢，再爱下去整个都得乱套。根子就出在这爱上头。曲山太疼爱弟弟，曲江又太爱李欣，而你，哎，我算长见识了。这辈子我谁也不爱，就爱我自个儿。你不爱，发了这么一通牢骚，为这事急得抓耳挠腮的，为啥？还不是为了爱戴我们姐儿俩吗？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张薇姐，这事该怎么办？咱们总得想个法儿让曲江和姐姐和好啊。现在恐怕更难了，曲江从骨子里倔得厉害，他失去理性，能原谅大姐吗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好呢？急有什么用？办法就慢慢想啊。哎，还是你去找曲江，让他先回家，你们总有那么一段情。再说那样做会越搞越乱。要不咱们陪大姐一块儿去把他请回来。大姐要去，自己就会去的，用得着咱们俩在里面瞎搅和？也是。现在关键是让曲江明白，
大姐这样做的一片苦心，能使他理解大姐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对，可心是好的。可是这可太难了，放在谁身上谁都会和启江一样。为什么？中国几千年来有多少爱男怨女，为了获得爱情的自由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诸死抗争，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。如今是精神高度文明的社会，大姐却表演了一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。曲江失去了他整个身心的感情追求，谁能把大姐的这种做法解释得清楚呢？也许我有办法。你喂，是大姐啊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大姐慢点。大姐，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曲江太重感情了，谁劝他也不行，他已经好几天都没上班了。哎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才好。曲江，大姐来看你了。小江，姐害了你。小江，曲江，你太没道理了。我没你这个姐姐。生气，曲江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，你等等，我去找他。他不会回来。大姐，他不会回来的，我害了他。
大姐，大姐。我害了小静，我对不起李欣。我害了小静，大姐，对不起李欣。我害了小静，对不起李欣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害了小静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害了小静。啊，堂弟儿，快送医院。哦，大姐，走。我害了小静，我对不起李欣。我害了小静。对不起，李欣。曲江，曲江，大姐住进医院，你快去看看她。曲江，听见了吗？大姐被你快气疯了，你是不是人呀？你不是人，是畜生，混蛋！好，你小子不信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怎么样了？哎，医生说很危险，打了大量的镇静剂，让我们赶快把他的亲人找来，立刻把他纷乱的心平静才行。哎，曲江这小子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。我打他骂他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丁大哥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哎，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，非得叫李欣去说服曲江。可李欣他能去吗？哎呀，我说也是啊，这可怎么好呢？救人要紧，我去试试。你？你？对，我。好，我陪你去，走。嗯。哎，你们可快点回来，我一人不行啊。谁呀？啊，是我，丁波。哦，丁主任啊。哎。啊，进。小心，看谁来了。哦，丁大哥。这位是？哦，我是张薇。你忘了？哦，对了，我们见过面。你有事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让我来说。哦，来客人了。哎呦，丁主任啊。哎，坐坐坐，啊，您坐。哎，别客气，坐。张薇，请坐。李欣，今天是万不得已来求你帮忙。曲山他病了，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。嗯？什么？他今天去看曲江。曲江不认他这个姐姐，他可能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回来后他嘴里一直说是我害了曲江，是我对不起李欣。他以前也受过刺激，医生说要让他的亲人到他的身边来安抚他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曲江他说什么也不去。我知道曲山曾经伤害过你，求你看在我们大家的面上去舒服一下曲江。大志听你的。
我不去，这管我什么事？立心，我求你了，齐山的命太苦了，我求你救救他。孩子，别急呀，啊！我不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连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啊？曲山再伤害你，你也不能眼看着他用今后自己的一生做代价吧。小心，爸爸说的对，去吧。人谁能不犯错误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孩子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，以德报怨，那才是为人之本呢。爸，我去。去吧，孩子，快去吧，啊。曲江，你起来。曲江，李欣来了。李欣，我并不是来看你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姐姐现在正住在医院里。你却能在这里听而不闻，视若无睹，你是男子汉吗？我可以不计较你姐姐对我的伤害，你就不能原谅你姐姐的一切吗？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，我来奉劝你，千万不要为此失掉你应有的人格。还有，你姐姐现在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。什么？精神分裂？对对，你还不快点去啊。走。我害了小江，我对不起李欣。我害了小江，我对不起李欣。大姐，我害了小江，我对不起李欣。我害了小江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。姐，姐，不，别过来，不，别过来。姐，我是小江啊。小江，小江，大姐。啊！我有罪，我害了小江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不怪你，姐。你不是小江，你骗我！我苦命的姐姐，我是小江。我是你的弟弟小江。哎，姐姐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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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听我的话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送精神病医院。啊！你们这些人。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呀、啊！可悲的是，为了爱，使一个健康的人失去了理智，陷入混沌之中。作为老一辈人，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拥有幸福。在新旧观念的撞击中，我支持符合我们现代社会道德规范的所有追求，但你们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完善，为了个性的独立，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密密的，以致忽视了这个社会还有他人存在的地步。这是不是显得有些自私了呢？小心呐、啊、你是否反对爸爸的这种看法？当然，你遇上了曲山这么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和特殊心态的人，感到很棘手，从而产生了被虐待的感觉，似乎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侵犯。无论从感情和理智上，都做出了分手的决定。啊，我曾期望时间能使你们沟通，可没想到你曲江还有曲山的做法，自我意识太强了，酿成这样的结局，令人痛心呐、啊。